为了生活可以忍，但是侮辱中国武术不行。我是洪金宝，虎拳虎虎，花拳哈哈花拳啊！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左飞飞来，右飞飞飞。我大家好，我是洪金宝，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电影《功夫皇帝楚留香》。大家刚刚看到我敏捷的身手了，没错，功夫皇帝就是由我饰演。那这次楚留香呢，我们特别重金礼聘请来刘德华。现在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刘德华。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你干什么急急忙忙的？不是那个刘德华说他今天肚子痛没办法来啊。我电影马上就要开始拍了，你跟我说刘德华没办法来，你现在叫我去哪里找一个楚留香啊？我呀，你别闹了，楚留香是大明星，是刘德华演的，你最起码要有点明星样嘛。明星样？导演，导演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说我有明星脸呢。你像哪个明星？莫文蔚啊。有像吗？你像莫文蔚，你有考虑过莫文蔚的心情吗？不是导演，那你现在要考虑莫文蔚的心情吗？莫文蔚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拍古装片，你没有古装我怎么拍？古装来了，导演，可以拍了吧？哇塞，我看今天刘德华不能来，你搞的鬼吧？对对对啊，不是，导演啊，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拍古装片，拜托给我个机会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啊，真的。你晓不晓得楚留香有一个大绝招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弹指神功嘛。喂，干什么？拉我上来，电影还没拍呢，拉我上来干嘛？啊，好高，放我下来。啊，放导演下来，放导演下来。喂呀，谁找的？干什么？电影还没拍呢。放导演下来，快一点。啊，快快快！喂，太快了。没没没，这一导演，喂呀，谁找的？我真的骂骂他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我跟你讲，大绝招不是这样使的啊，不是大绝招，通常都要放在武打的后面啊。武打后面，我现在教你一次，你认真听啊。好好好，武打之前呢，我们会先撒一些这个粉在手上啊。这个粉你不要小看它，这不是普通的粉，是痱子粉啊。它是武打专用的，对，它是痱子粉啊。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五四三二的时候我。一出拳，打得他满脸都是烟，观众就觉得拳很有力了。真的耶，是不是？是，学会了吗？我会了。我们再一个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哎呀，这罐粉没了。没粉。那个谁再去给我拿一罐粉呢？后面的。哎，谁？你们三个别坐那，拿粉去嘛。粉呢？赶快动作快一点嘛！导演来了。你干嘛？好多烟了，导演，不是你不是说要喷的满身都是烟的吗？我杀你神功！还干什么呀？弹指神功干嘛？电影还没拍了，放我下来！放导演下来，放导演下来！搞什么东西了？放导演下来！快一点！快快快快！喂！哎哎哎！太快了！别生气，导演别生气，别生气！你走开！别怕，导演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我不会了。走开！来吗，导演？我发现我这个戏再这样继续拍下去，我会被你弄死。不会，我不会再用弹。弹，不会不会。来，导演，我再教你一次武打戏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啊是。你去把剑拿来。剑。大绝招不是这样使的吗？通常都要武打之后才有大绝招，懂了没？剑来了，导演。啊。武打戏你知道了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认真来一次了。来了，认真来了。哼，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没戏了。你想知道我是谁？你得先问过我的剑。你，剑哪拳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好奇怪的名字啊！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的名字。啊，准备受死吧！来吧。Hey, don't see you.
啦恰恰，给你我恰恰恰。咔！咔！我们在对决的放什么恰恰歌？音乐谁找的？我找的。你弹指神功！干什么啦？我上来弹指神功，电影还没开始拍呢，弹指神功什么东西？好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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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下来！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放导演下来。哎呀，糟糕了，导演，我也要卡住了。没办法下来了，导演，怎么办？我怎么会找你当男主角啊？不找我当男主角，难道是找我当女主角吗？这样片名就要改了，就改叫《功夫皇后》莫文蔚。哦天哪，我真是败给你了啊！